有钱人语录，为什么你要存钱而政府却不断的印钱？为什么你要存钱而政府却不断的印钱？为什么你要存钱而政府却不断的印钱？很重要，因此要问三次，因为你一直被洗脑去存钱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去质疑整个金融体制。如果你无法跳脱思考，神仙也跟不了你。别人忙着去玩股票、虚拟货币等等，而你想变有钱，就是去做跟他们完全相反的事。